花友们一定要做好预防啊！像最近就是江浙沪这边多雨季节，我们一定要预防灰霉病和霜霉病。那我用到的是这个露娜森，还有加了一点点比冲灵啊。露娜森的比例的话就是1:1500啊，大家可以自行配比啊。我用滴管吸了2毫升左右啊，加在这个瓶子里面，然后再加了1克的比冲灵啊，也就是一包。大家可以其实可以自行配比啊，也没有这么讲究啊，1:1000、1:500、2000都可以的。其实我准备给这些草花打一些药啊，雨后的话一定要及时打药，做好预防。那我这边是整体都喷了一遍，特别是酢浆草啊，酢浆草的话最近灰霉病的高发，像底部的枯叶啊残花掉落在底部，马上就是一个灰霉形成，时间长了它就很可能根腐了，整个植株就这么挂掉了，轻轻松松一拔就断了。所以说一定要及时打药，我这边只是演示一下，你们的话一定要打到位啊，特别是底部不要放过。好，谢谢观看。